等一下吧。老板娘有买菜给你听？再买一些，有。有，你有缺什么？你跟他讲，不要，不要，不用，不好意思，跟他讲。有了，现在如果没有我讲啊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我就阿弥陀佛跟阿妈也不是。没有什么我讲。因为像我们餐厅护照好像就不行。问了呗。